觉得今年是这样子，忧心忡忡的忧，还是觉得快得忧郁症的忧。现在好像去拿一个那个大麻合法的那个执照啊，你可以使用这个药的 prescription， 而且重点是不限年龄，就网上的5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处方。我认为婚姻价值是 for 下一代了。如果是说同性他们之间不能够产生下一代的话呢，其实这个婚姻的价值我不认为有多么大的意义。敬请收看本周讲量化，本节目由联胜律师事务所、美国亚洲旅行社、APF 拉丁假期、Beauty Creator 赞助播出。